nothing better than watching you smile. Whoa, whoa, whoa. Ain't nothing better than watching you laugh out loud, my baby.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哦，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情，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想射得有目標，梗係要練得多，檢討一下，再下次再射過啦。OK 啦，各位中學嘅同學，大家好嚇。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定下自己對考 DSE 嘅期望。你對自己有咩期望咧？你要記住，你有一段。時間有一段 study leave 的時間，你可以努力去令自己的等級、令自己的 level 係上升。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對自己咧係定下一個期望，一個目標。好啦，如果你要達至自己的期望咧，第二個緊要嘅嘢咧就係、一個計劃啦。時間過得好快嘅喎。所以你一定咧要為自己定下一個計劃，就係、每一天你要温咩書咧，每一天你幾點鐘起身咧，咁咧只要你持之以恆嘅話咧，你一定發現咧你嘅成績咧會慢慢慢慢會進步。以前咧你唔識做嘅嘢咧，慢慢慢慢就識做啦。最後一樣嘢咧都係好緊要嘅咧，就係、當大家入到市場嘅時候咧，要定啲。最後希望大家有個成功嘅 DSE 考試。都是入到自己心意的學系，多謝大家，拜拜，加油，努力。好，咁啊就六 C 同埋六 E 嘅同學啦，咁啊就教咗你哋3年多嘅時間咧，我諗嚟到呢個日子咧，你仲有個零月咧就要去考呢個 DSE 啦。咁啊 ，Miss Chan 會覺得咧，依段時間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嗱，依兩班嘅同學咧，其實真係各有各嘅特點啦。咁我講下 C 班先啦。其實 C 班嘅同學咧，就依幾年咧，我見到你哋咧
係好用心去學習噶。咁好多時候咧，你哋上堂咧嘅時間，好多時喺食飯之前啊，咁我見到你哋都做 lab 咧，做得好辛苦、好急嘅。咁但我覺得咧，你哋係唔怕嘅嚇，就算點講都好咧，你都會完成曬十手頭上嘅嘢咧，頭先去食飯啦。咁有啲唔識嘅嘢咧，你都好主動去問嘅。咁我見到依幾年裏邊咧，你哋嘅進步咧係好明顯嘅。咁啊，六E班嘅同學咧，就同你嘅感情更加係深厚一啲啦，因為咧就中四、中五咧都係你嘅副班主任啦。咁啊就 Michelle 會覺得咧，你們班咧就好活潑嘅嚇。咁啊學習嚟講咧係好主動嘅。咁所以我覺得對你哋嘅期望咧都好大嚇。咁我希望咧就依兩班同學咧就嚟緊嘅日子裏邊咧努力啲去考好依一個優咧考好啲嘅先。咁就拜拜。咁咧，我教經濟學嘅。咁嗱，經濟學入面咧，所有人咧都識呢個概念嘅，就叫做機會成本。嗱，冇讀過經濟學嘅人咧，對呢個詞語就陌生嘅。但其實好簡單嘅啫。喺你嘅人生入面咧，一路會面對好多嘅選擇。咁冇讀過經濟學嘅人咧，就會研究啊，揀呢樣好啊，揀呢樣好啊。揀嘅時候咧，強調咧就係佢嘅好處啊！呢樣最好啦，我就揀。嗱，經濟學咧就希望你諗多一樣嘢，就係話當你揀一樣嘢嘅同時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好有價值嘅嘢咧，喺你身邊流走嘅。啊，重複呢句重要嘅説話，你揀咗一樣嘢。你認為佢好好，但係你唔會諗到揀咗呢樣嘢嘅同時咧，有一啲亦都可能好重要嘅嘢喺你身邊流走緊嘅。啊，多謝你。Okay， to all form sixes, if there's one thing I'd like to leave you with, is that you need to believe in yourself.Believe that you can reach for the moon, because if you do not, at least you would fall among the stars. And that still means achievement. Good luck and God bless you in the future. Hello, 各位中六的同學，你好啊。咁咧，終於咧又幫你錄呢個畢業嘅説話啦。咁咧睇住你哋咧一路咁長大咧，作為我老師嘅我咧就好安慰嘅。咁啊由初初中四教你哋啦，睇住你哋有啲懶散啦，上堂發夢啦，到咧漸漸咧去到中六嘅時候咧，你哋開始咧知道咧要緊張啦，同埋咧開始知道咧用心咁樣温習咧，我覺得真係老懷安慰啊嚇。咁其實咧中學階段嘅畢業啦，咁其實標誌住一個階段結束嘅啫。咁我相信咧喺未來咧，你會為你自己展開更加精彩嘅人生。咁咧作為一個畢業嘅結語啦，咁我想同你分享一段咧我覺得近來覺得好有意思嘅説話。咁人咧，而家香港社會咧都好強調咧贏在起跑線嘅。咁但係咧，我發現咧有個人同我分享，佢話咧其實我哋唔係成功嘅人咧，唔係贏在起跑線，而係咧贏在咧轉捩點。咁我哋喺人生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轉捩點嘅，只要我哋能夠把握每一個轉捩點俾我哋嘅挑戰啦同埋機遇咧，其實我哋能夠跨越呢啲轉捩點咧，先至係我哋邁向成功嘅一個關鍵。咁我希望呢番説話咧可以作為你日後嘅鼓勵啦，同埋咧係即係一個提醒嘅。Hi， 各位應屆嘅中學同學，喺呢度咧又同你哋見面啦。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有係時間同你哋講拜拜啦。大家走嘅時候唔好忘記陸澤林老師同你哋講嘅金句喎，係乜嘢？就係、是、一雞 and 你，即係話咧，你所平時眼睇得清楚嘅，耳聽得清楚嘅，個腦諗得清楚嘅，同埋寫得清楚嘅內容咧，喺不同的科目可能都是大家共通啱用的喎，所以呢大家要緊記陸老師所講的金句：一雞幾尾。温書的時候呢就多啲融會貫通，希望啲錢袋穩啲，唔好跌走啊！
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分享啦。祝你 DSE 考試成功，拜拜。各位中六嘅同學，你哋好，咁我係潘 Sir 啦。咁我雖然咧係教中六嘅其中一組通識咁樣教咗兩年，咁但係咧我對大家都有一定嘅印象嘅。咁希望大家咁努力之後咧，能夠得到你哋可以想得到嘅預期嘅成果啦。咁無論將來嘅出路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只要你哋肯努力咧，你哋嘅前途咧一定感受，而且你哋都能夠咧去到你哋各自想去嘅地方，揾到各自想去嘅出路咁樣。咁嚟緊文憑試咁可能剩翻一至兩個月嘅時間咁樣，咁但係咧都衷心希望大家能夠順順利利，咁大家養足精神。咁將你即係三年以嚟嘅讀書嘅努力啊嘅奮鬥嘅成果咧，希望可以好放鬆咁樣喺個文憑試裏邊盡情去發揮，咁之後咧朝住自己嘅目標再定下目標去邁進。OK， 咁最後順祝大家考試順利。係各位畢業班嘅同學，你哋好。咁其實咧，我今年咧就冇正式教過中六嘅正規課。咁但係喺六 A 六 B 班嘅每個星期嘅兩堂空堂咧，我都會同佢哋温習通識嘅。咁其實喺過去幾個月裏邊嘅課堂咧，同學嘅表現咧，我係見到一路有進步嘅。咁呢個都令我好開心。咁但係咧嚟緊嘅 DSE 考試咧，我覺得對於中六嘅同學嚟講係一個新嘅挑戰。咁大部分的同學在面對公開考試，尤其是中學的階段第一次的公開考試，或多或少都會打折扣的。所以我很希望同學都好好地裝備自己，如果你能夠做得充足一點的準備，那臨場的時候的打折扣，我相信對大家的影響不會那麼大。咁講到要裝備自己咧，嚟緊嘅 study leave 咧，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加把勁啦。咁如果喺我認為咧，進入到 study leave 最後考試前一個月嘅時間咧，就係好似比賽咧喺運動場上邊轉入直路噶啦。咁我鼓勵大家要鄧友，要全速前進。咁大話分兩頭啦，全速前進咧都要睇下你哋嘅能力啦，同埋你哋個狀態。千祈就唔好盲目咁樣狂鄧友啦。咁講到呢度咧，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喺呢個 study leave 嘅時間咧，我都好希望同學係善用佢，好好嚟温書。但係咧就唔好讀到好夜，晚晚讀到好夜啦，七眼八眼。咁但係第二朝咧就瞓到十一二點。咁其實對你哋嚟講咧，要 keep 翻一個我覺得係叫做有規律嘅生活節奏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咧，你晚晚都咁讀到咁夜，到你真係去考試嗰時候咧，八點半就考第一張 paper 噶啦。咁但係你平時瞓到十一二點，咁當你去考試嗰時候，其實你都未進入狀態，絕對會對你哋嘅臨場表現有影響嘅。咁我喺度都希望提醒大家啦，要留意下依樣嘢啦。咁除此之外咧，就要均衡飲食，注重自己嘅身體健康，同埋咧就係要適當地去作息。千祈不要以為由朝讀到晚是一件好事。我們的腦袋呢都不是塞得多少就多少的，即都要有適當的休息讓它消化一下。所以我鼓勵同學在 study leave 裡面，如果讀得很辛苦，真的覺得自己很乏味，很頂不順的時候呢，都要停一停，唞一唞，看一下電視啊，打一鋪 game 啊，或者下去樓下跑下步啊，打場球都沒壞的。總之就係要保持自己嗰個身體狀態係好嘅，咁我都希望大家咧有一個強健嘅體魄去面對你哋嘅公開考試。咁最後咧，我都祝願大家有一個理想嘅成績啦，同埋大家咧都能夠揾到適當嘅出路。咁總之，最後努力加油！各位中六嘅同學，你哋好快脆咧就會考呢個中華文憑試。咁以下咧有兩點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少少個人嘅睇法啦。咁文憑試咧係好緊要嘅。咁同學佢如果心情緊張咧就在所難免。但希望同學温習嘅時候咧都俾足夠嘅時間自己休息，因為考公開試咧某程度上係要睇同學臨場嘅發揮。咁如果同學有足夠嘅睡眠，充足的休息時間的話，
你考試嘅時候咧，思路係比較清晰嘅，咁同埋容易咧把握到問題嘅所在，咁你容易了解到你答題目應該答啲咩要點，先至攞到高分。咁所以咧，千祈盡可能咧就唔好開咁多夜車，或者盡可能唔好開夜車啦。咁第二點，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咧，我個人認為咧，入到大學攞到大學位咧固然好，值得開心啦。咁但係如果萬一有啲同學你話啊，咦，我可能考得唔係咁好喎，我讀唔到大學喎，咁一係你哋第二年再嚟過啦，咁一係咧你不妨諗一諗，而家我哋嘅社會個經濟嘅社會個環境、經濟嘅情況、各行各業究竟需要啲咩嘅人才、咩嘅人手咧？你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睇，究竟乜嘢職業個前景又唔錯嘅，前途都唔錯嘅，但係佢又唔係一定需要有個大學學位嘅。咁你不妨咧從呢個方向去諗一諗，即係規劃好自己未來嗰、那個升學啊、就業嘅路向，咁又唔需要太彷徨嘅。如果你有啲任何咩疑惑啊，譬如有啲嘢唔係好清楚咧，你不妨向你嘅師長或者你家長或者係你嘅同學咧，就請教一下。有咩事咧，可以翻學校問一問你相熟嘅老師，問佢攞啲意見嘅。咁喺度咧，祝各位同學咧考試順利，前程萬里。各位宿舍嘅同學，好快咧，你哋就會停課，留咗幾温習應付咧呢一個文憑試噶啦。雖然我啦，兩位副校長、老師同埋學校嘅學弟學妹，唔可以再時刻喺你身邊嗰度加以照顧，但係請你哋記住，你哋唔係孤軍作戰嘅，你身邊總有唔同嘅人願意咧俾你哋支援或者係協助，陪你哋咧走過唔同嘅困難險阻嘅。所以如果你需要支援或者係協助嘅話，你一定要勇敢咁樣出聲要求聲援。南觀嘅師生一定咧有啲地方可以幫到你嘅。但係同一時候，同學你都要記住喎，你要成日鞭策自己，話俾自己聽，要多堅持一下。因為好多時候成功往往係喺堅持多一陣，再多一陣下邊出現嘅。當你温習覺得好悶嘅時候，或者已經覺得咧好攰嘅時候，請你叫自己，我再堅持多一下，再温多一啲，做多一條題目之後先休息啊！咁你温習嘅計劃就有可能超額完成，而且你嘅成績可能就會比預期更加理想。到時候你就會發現堅持多一下嘅魅力，而且進一步會將堅持多一下發展成為你嘅處事態度。相信你一定可以享受到更加多成功嘅喜悦。喺呢一度，我衷心咁樣祝福各位同學身體健康，考試順利。